调教时节的汗水与辛劳，在马场上终见分晓。马背上长大的孩子们，马背民族的缩影。这是专门为赛马举行的敖包祭祀。快马的头骨是不能随地丢弃的，蒙古人把它们供奉在圣洁的敖包上，以纪念快马的功德。快马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，他们的传奇都不会被忘记。欧亚杰戳洛、小骑手纳姆斯莱和黄标马挤在一起，与其他随行人员一起奔向苏木的纳达姆会场。苏木所在地比较远，要走两三天。纳达姆大会一般持续几天，很多维亚切带着帐篷和蒙古包来到了赛场。参加比赛的选手都是小孩子，年龄都不大，孩子们显得很开心，大概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冠军梦吧。出于安全的考虑，蒙古国法律规定禁止12岁以下的孩子参加赛马。法律是法律，实际参赛的选手很多都小于12岁。蒙古人认为，让孩子从小与马打交道，合乎传统，合乎情理。马背上的挑战对孩子的毅力、体力、耐力，乃至于道德品质，都是一种锤炼，也是一种检验。纳姆斯莱的两个哥哥也是小骑手，跟着不同的维亚切来参加比赛。一家人出现这么一个三个这个快马小骑手，真的不容易了。在蒙古，通常要根据马的6个年龄段来分组进行比赛。为防止不同年龄段的马混在一起，赛前进行严格检查。蒙古人根据马的牙口就能准确判断其年龄。三个儿子都是骑手，纳姆斯莱的妈妈很自豪。黄标马以外，戳洛另有几匹快马也参加比赛，纳姆斯莱的任务显然不轻松。虽然自己的那几匹马没有获奖的希望，乔洛对所有的参赛马匹都有浓厚的兴趣，时时刻刻在对他们进行观察、欣赏、品头论足。看来他也认为贵在参与。蒙古人平时是非常友善、平和、宽容的，甚至是有些懒散，但一到赛马场，他们会变得极其敏感、亢奋，甚至有些神经质。对快马的热爱终
情、对荣誉的追求，使他们在一瞬间判若两人。对纳姆斯莱的妈妈来说，儿子们的安全是最重要的。在马中，意外总是免不了的，但没有一个孩子因为害怕摔下来而不敢骑马，也没有一个家长因为赛马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不让孩子参加比赛。赛场是他们的精神家园。纳姆斯莱的妈妈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三个儿子了，纳达木赛场成了他们家团聚的地方。纳姆斯莱和他的两个哥哥都在苏木的寄宿制学校读书，平时也很少回家，所以一年里哥仨要么在学校，要么在马背上，父母与他们也难得一见。一岁马的比赛就要开始了，选手们正在走向起点，这些小马是第一次参加比赛。蒙古人说，良骏从马驹开始，将才从儿时教起。从这次比赛就能看出哪些小马是最有可能成为快马的，所以很多欧亚奇对一岁马的比赛尤为感兴趣。又有一个孩子摔下来了，所有的马都是第一次参赛，有些小骑手也是第一次参赛，没经验，马也不怎么听从指挥。有一个小骑手放弃比赛去追赶摔掉孩子的马。一个牧羊人半路截住了跑失的马。纳姆斯莱的马倒数第二跑到了终点。善始善终是骑手们的基本品质，半途而废是被人看不起的。纳姆斯莱两天内参加了四个级别的赛马，天热疲惫又没取上名次，着实有些上火。飞翔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，因此飞鸟成为很多民族的图腾。
对蒙古的孩子来说，马背上的飘飞感觉无疑就是一种飞翔。前两天的比赛，丑陋的赛马没有取得好名次，好在还有最后的希望，黄标马。自从来到纳达木赛场后，乌鸦切丑洛几乎没睡过安稳觉。明天黄标马就要参赛了，丑洛更是整夜守在他的身旁。离家越远，人与马越能感到彼此是相依的伴侣，甘苦与共，命运相连。按照以往的习惯，出征前丑陆要给黄标马熏烟，调节马的呼吸，稳定马的情绪。对于赛马和骑手来说，没有什么比马神心咒歌和吉祥的马奶艾德格更能给他们以激励，使他们迅速进入良好的竞技状态。纳姆斯赖和他的两个哥哥在最精彩、最激烈的公马比赛中成了竞争对手。相比之下，马中最健壮、速度最快的是成年公马。在六个年龄段的赛马中，赛程最远、途中出现意外最多的也是公马比赛。好，走，人走，要我，要去。每次赛马让小骑手达到比赛起点是最头疼的一件事儿，小家伙们谁都想抢先往回跑。在古代，快马意味着速度和效率，有学者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信息高速公路是蒙古汗国时期的驿站快递，蒙古人的历史就是用马的速度书写的。没有人要求小骑手们这样呼喊，这是马背上剧烈颠簸释放出来的狂热和激情，这是赛马场独有的声音。声音的高低强弱，动作幅度的大小，鞭策的力度和数量，这些是只有在丑陆、纳姆斯赖和黄标马三者之间才能读得懂的语言。成年马和公马比赛的距离大约35公里，这正是古代两个驿站之间的距离。蒙古人的马赛起源于驿站快递的需求，所以选择的是直线赛跑，他们注重的不是过程，而是最后的精彩。纳姆斯莱的两个哥哥分别取得了第一名和第三名。按照传统，每个年龄段赛马的前五名才能得到嘉奖，黄标马与这次的荣誉擦肩而过。
一步之遥，差之千里，但让丑陋欣慰的是，黄彪马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。黄彪马毕竟是良马的后代，自然受到人们的赞赏和敬佩，人们把他的汗水擦拭在身上，希望能够得到快马的灵性。南斯莱的两个哥哥和他们的坐骑受到隆重的嘉奖和美好的祝福。妈妈希望南斯莱能够从失败中学会坚强，而戳洛心里沸腾的是下一个赛季。传说马以自己的躯体接受大地抚摸的时候，它的一切烦恼和困苦会烟消云散。这是整整一个赛季都在紧握着的缰绳，这是南斯莱的汗水和黄彪马的汗水共同浸泡过的缰绳，现在终于可以松开了。丑陋一家给南斯莱准备了上学用的衣服和文具。上学的路还需要马来送一程。大型电视系列片《印象蒙古》，带您领略异域风情。